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67页第二行啊，第二行。愿闻大义，这是第16愿啊。愿闻大义，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众生，皆成圆觉，以其神通之力，共同计算，皆不能知阿弥陀佛的数量，其国人民数量，及国中人之数量，都无法计算。啊，佛无量寿，往生的人也是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之多，也是无法计算的啊！这是16愿的大意。我们再看第17愿：祝福称叹愿。这一愿也是善导大师48愿五大愿之一，这一愿非常重要。如果诸佛不赞叹，弥陀殊胜的功德了，就没有人知道啊！一定要一切诸佛都来赞叹，都来宣扬啊，让这些能信能愿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设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去正觉。有第17啊，第17愿诸佛称叹愿。称者称扬，叹者赞叹啊。汉译曰：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八方是四方四维，上下了就十方啊，全都包括了。诸佛过于弟子众众，叹我功德国土之善，这是弥陀发的大愿。这一愿也实现了啊，愿愿呢都圆满了。所以在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极力的赞扬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劝导一切大众啊发愿往生
啊，释迦如是，应当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啊，也像释迦佛一样啊，极力宣扬49年讲经，一切经佛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啊，那么这是这一愿的成就。汉译经文啊，这诸佛在弟子当中赞叹说，诸天人民软动之类，这一句是讲六道众生啊，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啊，踊跃是欢喜到极处啊！啊，都到极乐世界去了，无以类之。经文差不多啊，往昔愿，六八愿中，啊，就是48愿当中。此愿至要啊，太重要了。若无此愿呢，何闻十方？啊，没有这个愿，十方怎么会知道？怎么会赞叹？我等今知往生教者，偏此愿恩，善思念之。往昔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缘能愿遇到净土法门啊，能遇到啊往生教者，往生教者就是净土法门，就是阿弥陀佛法门啊！偏此愿恩，这一愿的恩德太大了，没有这一愿呢，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善思念智，应当要感恩呐、啊。往昔的意思是，若无此愿，则我等身在娑婆秽土，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之名字？啊，彼佛、彼土，彼佛是阿弥陀佛，彼土是极乐世界，甚妙功德，清净庄严。若未曾闻呢，又何由发起求生彼土之深愿？啊，如果没有听到，不可能发这个愿。啊，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设有此愿之力了。啊。这是把这个愿呢，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说出来了。啊，故本师世尊于此绘图，我们今天看到经上讲的绘图。感触很深呢、啊。
啊，60年前读经看的这个绘图，总以为释迦牟尼佛了，说的太过分了一点。啊，会是染污啊，没有感觉到啊。那个时候没听说环保这个名称，环保是最近大概40多年的时候才听到，在过去没听说过环保。啊，染污太严重了，呼吁大家要保护环境了。现在染污到极处了，提环保都不起作用的，挺麻木了。那纵然有人高声在呼唤，我们耳根已经麻木不仁了，没有反应，听到没反应了。年轻人根本就不懂得。难得世尊在这个世界3000年前就提出严重染污，今天我们完全看见了。称扬赞叹阿弥陀佛记其国土啊，不可思议功德，令我得闻呐！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这样详细的介绍，介绍的不够详细，根性差一点的众生。就得不到利益。详细介绍，那就看有缘了。如果有缘听到，没有一个不发心求生净土。对往生净土意愿不强，没有别的。了解的不够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条能不去吗？不可能啊，这个地方太好了。凡夫尘夫多难今天听到这么容易，想想自己有条件去，这他条件太简单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愿意去，肯支持名号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无比的殊胜。佛说这个法难信易信，说的一点都不错，很容易修啊，很容易成就啊，就是难信。多次的宣说，为什么？为的就是要大家真正相信，不是为别的。要真正发愿，嘱咐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所以下面古赞曰：48愿中，此愿之要。法藏求愿名闻十方者，法藏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啊，他发愿明闻十方，是不是他要达知名度？这人好名好利呀，啊，他是不是好名？不是的，他是用名号摄受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等于说是用这个邀请大家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上学去的。啊，他老人家天天在上课，在教学，没有中断过。你想中断都中断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比峨眉山殊胜多了，方老师在峨眉山养病，那个地方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什么书也没有，只有佛经啊，他没有事情消遣，只有看佛经啊，啊，这么看上瘾来的，这好例子啊。到极乐世界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你什么都听不懂啊，你想去看看风景，看看花，看看树，那个花树都说法啊，你想听听流水声音，流水也在说法，六尘全说法啊，除说法之外，六根接不到，接触不到其他的这个六尘的色相，接不到啊，所以呢，你很容易成就啊。啊，成就的快速啊，确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虽然他呢有四徒三辈九品，啊，一般讲起这个十宝庄严土寿命三大神奇劫。啊，在极乐世界成佛，我们也相信无始无明习气在极乐世界特别消得快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全是正法嘛，啊，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跟心得相应，没有一念不相应。啊，所以化身菩萨也要到极乐世界去，我相信这就是第一个因素。他为什么要去？他在别的诸佛报土需要三大生企业的时间，慢慢让这个习气断掉，到极乐世界一定很快就断掉。啊，那个地方正法熏习的气氛太浓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啊，这发藏的愿望，只为普施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就近成佛，他发这个愿是为这个啊。若无此愿，则生念必生之愿便同续续。
盖文明方能持名也。啊，临终一念生念往生，这个愿不得了啊！这个愿是四十八愿里的第一愿呢。啊，往生就成佛，这还得了吗？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了，清净心现前，一尘不染了。啊，还要搞这个，搞那个，心还没死，都是信心不足，愿心不坚。都这个，那么心愿培养完全在经教里头，啊，离开经教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培养我们的心愿呢。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49年的教学，啊，30岁开悟，这都给我们做实现的。啊，19岁苦行，啊，19岁离开家庭，我的体会。是放下烦恼障，30岁不再参学了，是放下所知障，这个二障放下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就开始教学，49年没间断呢。这个里头的意思太深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啊，真正体会得，心就定了。啊，古大德住山，一住10几年、几十年、一辈子不下山，为什么？他心是定。如如不动啊！他能成就啊！我在求学那个早年，李老师叫我要定下来。我又何想不定下来？没有这个福报，没有缘分呢。定下来在这个地方，那是多大的福报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只有定，他才生智慧；只有定，他才能成就。啊，我们没有福报，那就用没有福报的方法。啊，把心定在大乘经教上。啊，身无有定居。啊，但是心在大乘上。啊，心行都能定下来，就佛报他。我们生在乱世，这是不得已。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想在那里常住，不要再走了。
啊，都是环境逼着你非离开不可。啊，八苦里头求不得苦。你没有办法不离开。啊，我没退心，没有改变主意，那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力量。啊，没出家之前他就告诉我，啊，他说你只要是真心为佛法求佛道，你的一生佛菩萨给你安排，啊，你什么都不要操心。我相信，相信他老人家的话，他不会欺骗我。啊，所以一切随缘，顺境逆境，全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佛菩萨来考验。啊，顺境不生贪念的，啊，逆境不起怨恨，啊，在一切境缘当中去修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平等心，啊，觉心不断向上提升，啊，这个就对了。啊，这是华严五十三参呢，啊，经得起考验。啊，经历这么多年了，啊，佛菩萨慈悲，我想也会让我定下来了。我们看下面文，又会书解称贪过敏，啊，会书里头这一句的注解。称我名者，此有三义，有三个意思。第一个，诸佛称扬，彼佛得号。彼佛得号就是阿弥陀佛。啊，称扬呢，再加两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是赞叹的意思。第二呢，诸佛自觉称名之人，自觉是赞美，赞美是赞美念佛的人，称名之人念佛的人啊，念阿弥陀佛的人啊，诸佛都赞叹呢、啊。才知道名号不可思议 啊如彼小经，彼小经就是阿弥陀经，诚正护念成名之人啊，弥陀经是确实如此啊。啊，称赞呢，护念呢，称名之人。你看，诸佛称赞你，诸佛护念你，
你修什么样的功德，感得诸佛赞叹，诸佛护念。信愿持名，就感动一切诸佛的称赞，一切诸佛的护念。这桩事情，念佛的人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啊，真正知道了。我相信他跟莲池大师一样了，彻底放下，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啊，八万四千行啊，饶于别人行，通通放下了。莲池大师晚年一部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也是一生的弘法利生的啊，最后归净土了。那么专一啊，那样的虔诚，第三，诸佛以自觉，亦自称彼佛名。十方佛，每一尊佛也赞叹，也念阿弥陀佛。啊，赞叹阿弥陀佛了，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接着又解释三世诸佛，一念佛三昧称等正觉。这一句话说明什么呢？念佛成佛，净业三福最后的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就是深信因果的一条。信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因果不是别的，别的因果菩萨哪有不懂的道理呢？还用得着提醒吗？唯独这个因果，很多菩萨疏忽了啊，所以他们要用很长时间去断烦恼，去消业障，来提升自己。啊，如果知道念阿弥陀佛这么容易，烦恼不破，自然破了。业障不消，自然消了。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于是我们就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有多少？啊！但是前面我们读过。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非常好，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度，主要的是度六道苦难众生，不是为这些菩萨发的啊，菩萨往生是附带的啊，那成就更快了
啊，六道众生可怜，他出不去啊。这是最苦的一个地方。啊，跟你讲八苦三苦，真叫苦海无边呐！啊，佛是怜悯这些众生呐，兴起四十八愿。啊，前面我们读过四十八愿。首先是为六道苦难众生，兼为菩萨而成。我们接着看，此表诸佛称赞之意有三。这个后面是念了的解释。第一，诸佛赞叹彼佛甚好。彼佛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第二呢，诸佛赞叹一切称念弥陀名号之人。谁念阿弥陀佛，佛都赞叹。啊，佛都护持。第三，诸佛本身也称念弥陀圣号。一，念佛三昧，圆成佛果。什么叫念佛三昧？所谓三昧，就是世尊常常讲的智心一处，就是三昧。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念佛三昧。从念佛三昧圆成的佛果是什么？我们想想，诸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的世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他所成的佛果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诸佛也念阿弥陀佛。啊，让他自己佛国度一阵格外的庄严。啊，如同极乐世界没有两样。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圆满的现前。下面一段，这是全经最精华的部分，生念必生第十八愿呢，啊，根其文明普业，这里面分十个小苦，啊，这是第一，行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
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一段经文，念老注解的很长啊，在这一部注解里头，这一段注的最长。我们看注解，又第十八，生念必生愿的。日敬宗古德较量注解，日本净土宗古代这些大德们啊，曾经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来做比较啊，哪一部经最殊胜啊，佛讲了49年，一切经里头哪个经算第一啊？于经中呢，华严独真实啊，这大家公认的。一切经里头，这是于经上除无量寿经以外，其他的经，所有一切经啊，推到第一了，那是华严啊。这是把无量寿经啊摆在旁边啊，其他一切经啊，华严第一了啊，独真实。说若与此经相交呢，则此经为真啊。这把华严比下去了。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这个经独特。日本人下了多少功夫来研究？我相信应该受善导大师的启发。啊，日本人对善导是非常敬仰。啊，我们在日本寺庙里面差不多都看到善导大师的塑像、智者大师的塑像，最多的啊，这在中国寺庙里没有。日本人对于老师比什么都尊重，祖师殿里面祖师的像都说得很大，哎，佛殿呢，佛的像说的都很小，殿很大，日本的佛像很小，哎，他的佛龛一重一重，好多佛龛套起来，佛龛里套佛龛，最后里的佛像，啊，佛像不大。啊，不像中国，中国这个大雄宝殿的佛像很伟大，日本没有，小小的，啊，但是祖师的像很大，啊，其实这个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系，日本人完全吸收中国文化，本身没有。真的没有啊，所以在日本讲传统文化了，那就全是中国东西
啊，我们中国人敬祖先，对父母更尊敬。为什么？贴得近，越近就越大，越远呢就越小。啊，所以远祖供个小牌位。啊，对父母、祖父母、啊，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再上去就远了。啊，慎终追远呐、啊，明德归厚。世道人心，人心的厚道啊，是从这里学来的。啊，仁爱父母，爱祖先，不忍心做不善的事情。啊，为什么呢？怕给母亲带来羞辱。人家说，这个家里没有家教，怎么养出这样的小孩？啊，也不骂你，骂你父母。啊，骂你父母疏忽，没把你教好。啊，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要谨慎小心，不能让父母丢人，不能让祖宗被羞辱，啊，那叫大不孝啊！啊，现在人家那叫真没有面子，真见不得人呐。啊，所以非常慎重。善导说了两句话，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啊，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唯设弥陀本愿海，他来干什么呢？就是传这个法的。啊，告诉大家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为这桩事情来。啊，千经万论呢，那都是华业，无量寿经这是华度啊，就是其他都是陪衬的，这个才是佛主要说的。啊，度脱一切众生的第一法门呢、啊，没人知道啊，也真正是难行之法，所以要多次宣讲。讲别的经，常常带说到。有100多部，将近200部经啊，带说到的，不是专讲的，《华严法华》里面都是带说的。又本经诸大愿呢，与此愿相交，这此愿呢，最为真实啊，48愿，哪一愿第一？第18愿第一。啊，这个第一呢，就是生念必生。啊，乃至神念。若不生者，不去成就。就这一愿还得了吗？念佛要念多久啊？就10年了。
啊，这个身念是指临终的时候，身念一念都能往生。啊，你断气那个时候，那一念是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啊，盖表此愿，那真中之真实也，真实当中的真实。啊，那么具备什么条件？这就说了，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啊，这是语言。你与佛有缘，听到名号，啊，听到名号呢，要至心信要，至心真诚到基础。我们讲他真心呐、啊，要是欢喜呀、啊。真欢喜真心啊，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自己一生当中所做的一切好事，不求好报啊，我财布施不求发财，我法布施不求聪明智慧，我无微不施不求健康长寿，我这些功德只求往生西方净土。这叫至心信要啊！啊，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就底下这一句，愿生我国，愿生净土。你看，有心有愿。下面念佛，哎，身念都能往生。啊，我们看念老祖籍，这个他非常用心。至心者，至诚至心，至极之心也。我们现在麻烦在此地。问你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原因是什么呢？至诚心生不起来。我跟禅云法师时间虽然不长，啊，我很尊重他，他也老实不说假话。有信徒问他老人家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他说没有把握。那以前在茅棚有人问过，我听说过。以后我在温哥华讲经，他也到那边去了，在温哥华碰到他。啊，也有信徒问他，他还是说没把握。他说的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道理没有参透啊，信心生不起来啊。啊，我这一生没离开经教啊，啊，辅助这一部经的，啊，我过去最得力的。华严、法华、楞严，
薄弱，啊，到现在，再加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报告，我们都是真的相信了。尤其是这部注解太难得了，我们要感恩黄念祖老居士，要感恩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做的汇集本呐。汇集是真重要啊，可是五种原译本摆在我们面前念不下去。啊，翻译的最好的康僧开的本子，啊，早年我们学无量寿经就学的康僧开的本子，啊，无量寿经译疏，李老师在台中讲，我听过这个本子，从头到尾听过。啊，这是五种译本里面文字算是长通，啊，翻得最好的。啊，所以王龙书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在中国学无量寿经多半都用他的本。连出家人都不例外。所以小慧圆的本子无量寿经译疏啊，注解这个本子流通不广啊，比不上王龙书的汇集本啊。啊，但是王龙书居士他汇集只用了四种唐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他没看到，你说以这样的大善知识他是近似以他的身份地位，五种书只找到四种，还有一种找不到，你就晓得过去，因为过去都是手写的本子啊，宋朝时候那时候刚刚发明印刷啊，刻在木板上。现在金陵刻经处还用这个老方法在印书啊，这个现状本啊，古时候用的不是油墨，是松烟。松瓷烧的那个烟，黑色的那个烟刷在这个木板上啊，这样子吧印出来啊。现在金陵刻经处有松烟，大概还用的有些燃料混合在一块用。啊，松烟印出来的那个书，手一摸了，手上是黑的。啊，所以那种本子珍贵，啊，不能摸。啊，古人读书用朱砂圈。啊，民国初年有。
现在没有了。这些东西跟现在人讲的时候没人懂啊，没见过，没听说过。下面引金光明经文句，所以这个注解是集注，好在这个地方老居士有真实智慧，以经注经他后面有没落采取经论83种，采取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总共用193种。我们讲这古籍注这部经，所以这部经是圆满的法轮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有这才称之为大经呢，哪个法门的通通有。金光明经文句曰：至心者彻道心源，净心实际，故云至心。这个至心的解释，真叫至心了，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这才叫见性到了心源了，到了实际了这叫真诚到基础啊。彻底，道是到达，即由此道家之道啊。心源是自心的本源，尽是穷尽，实际就是本经中真实之际。那这个至心两个字，就是明心见性。真诚到基础那才叫真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才知道这部经是自信真心当中所流出的这个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没有人设计，也没人建造，一切法从心想生，是从阿弥陀佛至诚心里头流出来的真叫心想事成想到基础了，除了第一个想，其他的妄想全没有了，叫一心一意，就能够现出境界。阿弥陀佛用了多少时间呢？前面说过用了5劫的时间，不是短时间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意念你想用意念的方法来改变你身体他告诉我们非常具体的方法，你一心专念，
他举例子，比如身上有皮肤病，啊，你不要想病，想病就麻烦了，病会加重，不要想病。想什么？想我没有皮肤病，我这皮肤病没有了，你想这个。啊，要一心专注，是的，我并没有了。啊，每一天，啊，要专注专想30分钟，天天不能间断。啊，大概一个月，效果就出来。啊，这个只要持之有恒呢，不难做到的，真可以做实验的。啊，我出家之后，遇到一个法师，大我5岁。人很聪明。啊，他小时候出家，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他被国民党抓了当兵。啊，他对当兵很不习惯，很想啊出家，但是年岁太轻。啊，没有办法下来。啊，他就装病，他装什么病？那医生检查检不出，是查不出来啊。他装心脏病，心脏病不好检查。啊，天天想心脏病，想了1年，真得了心脏病。这样退下来了，退下来真的心脏病就不能再把这个心脏病取掉，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啊，可见得了，这个心里想东西真会想出来呀。啊，然后我们想那个阿弥陀佛，五戒这么长的时间，想极乐世界。啊，不是想极乐世界，怎么一睁转眼，他就想48愿。48愿成就了，极乐世界出现了。所以你知道极乐世界什么样子？48愿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48愿。啊，极乐世界是48愿功德之所成就。啊，这个成就是自然的。啊，确实，世尊在经上所说的，智心一出，无私不办。啊，连极乐世界都能成就，何况其他的小事？啊，那么这个道理，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了证实。我们想恢复身体健康，可以不用任何东西医疗，用念力。念力怎样呢？就想阿弥陀佛就行了。
把病忘得干干净净。阿弥陀佛没有病，阿弥陀佛健康啊！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向往生极乐世界。山西小院那些病人就是这样的，恢复健康。他们得的严重的癌症，3个月之后再检查没有了。他没有想病健康，没想生健康，就想往生极乐世界。他还有寿命。所以他自然身体就恢复健康。所以癌症怎么死的？我看10之8-9都被吓死的，都是自己想，哎呀，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办，还能不能存活，他就决定不能活。我们今天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祝福赞叹，祝福护念的，不求啊，自然的，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法门，我们怎能不干呢？哪有这个道理呢？至心信要，那就一定要学经教。让我们的至心信要慢慢能够升得起来。但是这一点它有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欲望。欲望就是烦恼习气，这是无始劫来熏习成就的，它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只有用念佛这个方法，能够突破这个难关，用其他的方法收的效果没有用念佛效果大，因为念佛有阿弥陀佛加持，有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说今天我也念佛，为什么佛不加持我？你没有诚意，你那个一念里头是半信半疑，夹杂着许许多多妄想杂念，把你功夫破坏了，不是没有效果，是有效果，这你自己一定要晓得。心越清净越平等，效果就越显著。这个世间一切，哪些是该想的，哪些是不该想的，不该想的丢掉，该想的也要丢掉。为什么？不丢掉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地方干干净净全丢掉，我再也不沾染了，我们才达到一点智性啊。印光大师讲的
至心就诚敬的，真诚恭敬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我们今天对于净土的信仰有几分恭敬心，这个诚敬心，至心信仰者万分诚敬啊！那个人念佛时，一念马上就见效。我们看到迎客法师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那是至心信仰，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一心一意就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来了，告诉他你还有生年阳寿，等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他不要了，我生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你看看，你想想，他要现在不去，等于阿弥陀佛给他受记了吧？生年之后佛来接引你，佛说的话不会是妄语。等于受记了。十年之后必定往生了，他不要了，我现在就去。你看佛慈悲答应的，好，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三天之后真走了。我们相信这个公案不是走的，不是假的。净土神仙录往生传里头都有。底下给我们解释信要。至心是真心。信要。信顺所闻之法，而爱要之，即信心欢喜也。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对他生欢喜心啊！你对于这个欢喜，其他的就可以放下了。这个欢喜，其他的又放不下，那不行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真相没搞清楚。继续在教里头下功夫，一定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彻底放下了。真正做到随缘妙用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再起分别执着了，就欢喜。你们搞什么都好，玩什么都好，我到极乐世界去了。搞什么跟我都没妨碍。我们各走各的路。肯定西方极乐世界。经典呢，这一步够了，其他的全放下了。这就学莲池大师。
有智者真也，诚也，实也。这个智字啊，有真诚实的意思啊。心者呢，重也，重也，实也。信者呢，真也，实也，诚也，厌也，满也，忠也。哦，这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讲啊。要者呢，欲也，怨也，爱也，悦也，欢也，喜也，和也，庆也。啊，这念老给我们解释的。故智心啊，即是真、实、诚、满之心。啊，满是满足啊，圆满呐、啊。啊，愿欲爱悦之心，欢喜庆心之心，以如是心而信之要之。我们对阿弥陀佛，对阿弥，对这个极乐世界的心态，这是第一重要的大事啊！啊，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呀、啊？故也，至心信有。啊。念老举的这些例子说得好啊，啊，我们要记住啊，简单的把净宗介绍给别人，这一段话非常好，啊，介绍给别人就是介绍给自己，啊，讲给别人听也是讲给自己听，自己得的利益比别人多，啊，下面说善根，所有善根。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故不可怕。这善根第一个意思，身业、口业、意业，善的标准就是实善，身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粘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三业之善。非常坚固啊，不会动摇啊！啊，这叫善根，能生一切善法。啊，这样善根坚固的人很少。啊，所以见异思迁，他还会动摇。又善能生妙果，生于善，故谓之善根。善根能生一切善。啊。称之为根呢，信心者
在心心回向，纯一之心，净念相继之心。啊，这个心是，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心。佛号从心生起来，从口念出来，这耳朵在听进去，再回归到自心。啊，古人念佛用这个方法，他能实现。啊，心里头念，耳里头听，出声不出声都没关系。啊，自己听自己的佛号音声，外面的杂念进不去，叫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里头有一个诀窍，必须要把外缘放下，对外面事情不关心了，只照顾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把它照顾好。因为一分心呢，佛号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杂念取而代之，啊，这个净念就断掉了，就不能想起了。啊，所以必须要把外缘放下，外缘呢随他去吧。要常常这样想，我一心一意就是求极乐世界，其他事情对我不相干，好很好，不好也好。啊，对人对事对物欢欢喜喜，啊，就是一句佛号。啊，这个就是李老师过去常讲的语不可及。啊，谁做到了？向下阿婆做到了。他真放下了，啊，没有一样事情不好，好事告诉他好，点头；不好的事情他也点头。啊，他对你就笑眯眯，口里都是阿弥陀佛，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你跟他讲什么也是阿弥陀佛。啊，也不知道他听见没听见，他全是阿弥陀佛。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念佛人呐、啊！至信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呢。阿公阿婆他们做到了，他没有杂念呢、啊。所以往生的时候，他欲知是知啊，瑞相稀有啊。而且这样念佛的人和往生，多半不会超过三年。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啊，跟我们现前周边的人，有这种念佛人，我们看到。啊，我第一个不是看到，是听到。那刚出家没多久。大概两三年的时候，星云法师
建佛光山，办了个东方佛教学院，啊，请我去教书。啊，有一天晚上，月光非常好，夏天。啊，那个时候佛光山是荒山，没有建筑，只有一栋佛学院。啊，规模也很大就是了。前面有个水塘，准备做一个莲花池。啊，还没有动工。啊，我们坐在岸边，啊，有十几个同学，我们在谈佛法。有个工人走到我们这来，我也让他坐下。佛光山的长工，佛光山的工程一年到头没有间断的。啊，许多工人住在那边。这工人听我们在谈佛法，他就讲他们邻居老太太往生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啊，那时候老太太往生才一年，才一年前。啊，老太太生前很善良的人。啊，不懂佛法，啊，到处拜就是了，佛也拜，神也拜，啊，见到什么他都拜。啊，三年前娶了个媳妇，啊，媳妇懂得佛法，学过佛的，就劝她婆婆。啊，不要到处拜，专拜阿弥陀佛，跟他讲阿弥陀佛的好处。啊，婆婆听接受了。啊，家里面供了西方三圣，有个小佛堂，不出去了，在家里念佛拜佛。啊，三年。往生的这一天他没说，啊，没说他往生，晚上只告诉他家人，你们先吃晚饭，啊，他要洗澡，啊，你们先吃，啊，他去洗澡，儿子媳妇家人非常孝顺，等他等了很久还没出来，就看看，真的，他换了衣服洗澡了。啊，叫呢没有声音。啊，最后在小佛堂里看到了，他穿得整整齐齐，穿得海清，手上拿的念珠，啊，面对着佛像，站在那里，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往生了，站着走的。啊，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念佛三年站着往生了。老太太有智慧呀，不告诉家人，告诉家人大概家人有亲情，哭哭啼啼的闹了，他就走不了了。啊，不说啊，走得这么自在，这么潇洒。啊，这个工人告诉我，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劝我们念佛了，亲眼看见的，他的邻居啊。啊，这一桩事情，在高雄那一带人都知道。啊，我有一次中山大学讲演，提到这桩事情。我下台之后，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晓得。啊，
将军像，台南将军像，啊，这不是谣传的，真的事实啊。啊，所以一定要像这个老人一样，啊，待人接物一片慈悲，啊，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万缘放得下了，啊，人真像弥勒菩萨一样。所以身口意三业之善，真正的坚固不可怕，啊，心心净念相继之心，那就是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做一个真念佛人啊，决定的生净土，不要想自己有什么烦恼习气业障，不要想这些，就想阿弥陀佛，烦恼业障不断自己断了，不消自然消了，就这一句佛号，真实不虚，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称这个法门第一法门呐、啊，四十八愿称这一愿第一愿呐、啊。啊，回向回者回转，向者去向，回转自身所修功德，而去向于所期。所期望的为之回向，我们所希望的极乐世界，我们所希望的清净阿弥陀佛，把所有功德了回向给我们所期望的，啊，绝不求人间富贵，绝不求名闻利养，啊，也不求健康长寿，只求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回向呢。华严大疏钞，啊，就是华严疏钞。曰：回者转也，向者去也，转自万恒，去向三处，故名回向。啊，这就是常说的三种回向。三处呢，众生菩提实际，啊，这是一般回向。真正学佛人就是回向这三处，我把我所有修的功德回向给众生，回向给菩提，我什么都不求，菩提是智慧，我只求智慧，除智慧之外其他的我都不求，回向实际。
啊，实际就是自信。我回向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今天我们修净宗的，我们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回向阿弥陀佛，我只希望往生，只希望见阿弥陀佛。啊，回向众生，啊，这样就好啊。又往生论注下去，是回向者，回集功德，普施众生。啊，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共敬阿弥陀如来，生安乐国。啊，给一切众生做善根福德因缘，我到极乐世界，希望他们将来都能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世界愿中回向二字之意。啊，这些愿里面所讲的回向啊。啊，愿生我国，即回向之菩提。愿我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啊，菩提是从前射箭箭靶，那个箭靶的红心叫菩提。啊，现在打靶也是也一样的。啊，你的目标啊。啊，你的中心点呢？啊，就是愿生极乐世界，不辜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往生呐。啊，劝我们求生净土啊！啊，大乘经教里都劝学。不是我们更新，理论太高了，方法太难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又短促，这是真的。那么到极乐世界呢，一切都圆满了。我想学什么样的经教？到极乐世界才完成，现在统统放下。啊，极乐世界上第一个，我有长寿，那么长的寿命，我有的是时间。第二个，好老师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如来。啊，要学华严经，到华藏世界去，亲自听毗卢遮那佛来传授，是最好的老师。啊，我要想学普门品，
我到极乐世界亲自请观世音菩萨来教我，没问题啊。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呢。啊，干什么都到极乐世界去再干，现在一点时间都不浪费，我就专心念阿弥陀佛，专学阿弥陀经。啊，我就靠这个决定的生净土。啊，生到净土之后，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烦恼无尽誓愿断，只要你生到极乐世界，烦恼自然就断掉了。啊，不用操这个心了。啊，不断自然断了。所以到那个地方两桩事情，一个学法门，一个成佛道。啊，法门学成功了，佛道就成了。啊，所以四弘誓愿，我也是讲了多年了，我也常劝人，我们只学前头两愿。啊，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要回向众生。啊，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愿呢，愿生西方净土。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都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啊，这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的，遇到这个法门的，无比的幸运的。啊，难信之法，我们居然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相性的，不再怀疑。啊，真正发愿，在娑婆世界这一生最后的一生，下一次来是尘缘再来，菩萨来应化了，不是业报而来啊。我们这个业报生到这个地方结束了，不再搞了。摄念者，如《观无量寿经》曰：“具足摄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摄念，前注曰：“无量寿经前注，定佛宝居士注的。”啊，定佛宝居士注这个《无量寿经》。他采取的本子是彭济清的接教文，啊，也非常难得。啊，接教文容易看，啊，前注曰。十遍称名，就是念十声呐，啊，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呐。往昔曰：今十念前，专念佛名为十念也。此言念者，为称南无阿弥陀佛。今此六字情啊。
明一念，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名号啊，念一遍，六个字念一遍叫一念，念十遍呢叫十念。以上经论一同无量寿经跟这个前注意思都相同，乃至十念者，直称念名号，下至尽得十念，一得往生。这是讲念佛功夫最差的、最下的，最差最下也能往生，何况其上的？你每天能念得多的，那更没话说啊。黄念老往生给我们做榜样啊！他病重的时候最后的半年，他告诉我每一天念佛14万声，他计数的14万声。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禅放下了，跟贡格老人学密，密也放下了。临命终时专念佛号，给我们做榜样啊。下莲居老居士也是同宗同教，显密圆融，最后往生专念弥陀到最后一招通通都走这个法门善念是讲最下的一生当中只修了这，只念了这十圣，临命终时也能往生所以叫乃至若能多念呢，则多多一善矣越多越好啊！善念还有很多问题，这后面呢，通通要跟我们细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